测试一下 4K60 的拍摄。前两天我遇到，昨天不是前天，遇到拍摄四分钟就卡顿死机的状态。哎，今天测试一下的。现在天气比较冷落，只有15度，明天也就是也是15度左右，后天22度就正常了。这边是伊斯坦百货，后面是伊藤洋华堂，这是 IFS。出屋了，不对，这儿穿线路，这儿出口。现在排了2分钟了，暂时没有发现卡顿的现象，因为我这个手机X70呢，加了那个公测的最新的公测，它的那个有最优先的推送嘛，测试版不稳定，第一次遇到那种。然后这个手机卡顿加上那个发热很烫，然后画面一卡一卡的，然后你去摸的话有些没有反应，只有那个用那个关机键关一下按一下才能够恢复正常。今天太阳没有，降温降的比较多，前天上前天还是30度左右，现在只有15度。哦，绿颜色的 iPhone 也打广告了。这个显示屏我搞不懂。苏宁易购生意不怎么样，反正里面每次去都没什么人，很少。这个口岸这么好，生意都这个样子。现在这个疫情啊，每天都是4000-5000例。我估计的话，这样下去月底的话，有可能一天5位数啊，肯定是5位数以上了，是吧？有些好多地方都没有报，现在个数字都不重要了。
香港 有下降嘛，像香港的民报昨天吧，昨天头版头条，他那个图就是说能够打富比泰就尽量打富比泰，而三针富比泰的话有效率80%-90%，如果你打三针辉瑞，哦不是那个国产的灭活疫苗那个科兴的话，有效率只有20%多。然后这个大陆这边，我们这边又批准了5家药厂生产辉瑞的那个新冠口服液，哪5家药厂我搞忘了，后来上网搜一下就知道。有些医药那个股票这几天涨得非常猛啊，几天就翻倍了。还有那个中国医药，中国医药好像，我现在拍了6分钟了，今天暂时没出现卡顿。哦，这边好多协警啊，好多交警。哎，今天这个口子没有大巴车，没有执勤的那些车子，哎，开过来了。今天执勤的中巴车、大巴车、货车都没有。哎，小龙坎重新升级，那对面、前面、后面这边还有，就这边有四家。小龙坎那个在前面左边有一家，再往左边100-200米还有一家，这边应该有6家-5家小龙坎都是直营店。这个房子就是省政府的房子，这儿还要施工，在新要新修一栋钢结构的，这个修得很快哦，非常快，全肯定不是问题。修这个的话，像这个比较矮的5-6层楼，应该就几个月吧。7分钟了，不全，还又出现卡顿，发热，是不是天气的问题啊？应该不会哦，前两天温度也就在26-27度左右。有点太阳嘛，今天比较冷。我用的是 HDR10 的效果，你直接传到网上是直接，用那个 HDR10 的那种，和那个苹果 iPhone 13、12的那个拍摄的差不多，就是很亮，用显示器支持 HDR 显示屏，你看的话效果就非常好。来，我的妈，你有个咋子？那个视频拍摄中有那个人脸追焦那些，自动识别人脸那些，这个反应挺快的。但是拍摄的视频，你放到电脑上看，和那个苹果 iPhone 还是有区别的，画质要差一些。但它那个晚上没有鬼影。苹果的有那个炫光那些，这个手机就没有，基本上看不到。8K 的话只有30，需要用那个稳定器来拍摄。你手机直接首次的那种，就是直接拍
用手拍的话 8K 的话那个效果就非常差了，抖就基本没有防抖，只有 4K 的有防抖，超级防抖。现在新出的那种 vivo 和 oppo 的那种天玑8000的和9100的，天玑9000和8100好像都没有支持 8K 的，只有 4K60。 其实这个都不存在了，因为显示器好多都不支持。这个就公共厕所，它旁边就是医院，这个厕所系列比较有特色啊。这全部是要离开成都的，这儿做那个核酸检测。哎，11分钟了，今天还没出现发热、卡顿的现象，有点坏哦。最短的一次是四分，将近5分钟的时候就不行了，画面就冻结了。今天，哦，有些拍摄的是到那个12分钟，14分钟左右，它就卡了。我现在摸那个机身的温度还正常的，今天表现还可以。在那个网上看那么多乌克兰打俄罗斯的反坦克那些武器，那些视频看太多了，我觉得你坦克再多也没用，一个人提一个那个反坦克导弹，那个反坦克的标枪那些之类的，一个人就解决一辆，那坦克1000000美元都没用。单兵武器造价便宜。哇塞，什么情况？糖酒会吗？糖酒会今天糖酒会还没开吧？好像应该开了，多少号结束的？搞忘了，开始了还没结束了，没感觉啊，今天糖酒会啊，一点那个气氛都没有。啊，请问你这边是哪里啊？14分钟了。这今天有点怪哦，之前出现这种情况，我把手机重启了，还是卡。今天这个手机之前昨天重启过，应该跟那个天气温度有关系吗？这就是特色，我们成都的
四川的喜欢玩那个玩牌，玩那个赌博，赌的都不大，小赌，然后你打牌的时候，周边的很多人跟你看，帮你出主意，就是喊的叫包膀子，包膀子。这个巷子叫老古巷，很挤的。16分钟都没卡过。3:30左右，这小学低年级就要放学了。高年级的话，应该有那个延时，那个应该在六点钟左右。6点钟放学嘛。陈师傅小，这个是本部，隔壁是 B 区，前面左手边还修了新修的 C 区。等一下这些周边的学校道路都会封闭的，因为要放学了嘛。这个房子好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修好了十多年，到现在一直没用，因为手续问题。就是我朋友，我老爸一朋友的嘛，亏惨了。OK， 到家了，今天测试了18分钟，有些正常的。